抗单啊，行。소환사의협곡에오신것을잘간잘간어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도움이없어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실수에서배우는법이지홍해지금은싸우면서얻는법이지巨魔一级是能打野的啊，如果他没出现的话，他可能很有可能是去打野的了。来，先卡一下，让小兵先集火。喜欢一级对拼是吧？啊！他 Q 好了！哎呦，我大意了！哎呀，这波他 Q 好了。不过我们还是赚了，我们有传送，他没有传送，只能说我们是五五开。哎，不是五五开，我们是六，他是四，现在是六四开。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你这波直接帮我呀，他没有闪现，你直接帮我 Q 一下，你咬不咬小兵？什么意思？兵有点多呀，这人咋那么多呢？哎，卡特死了，漂亮！哎，巨魔也死了。哎，后边有个瞎子。天哪，大乱斗啊！帮我推一波。哥们儿啊，我让你帮我推一波，你就都吃呗，是不是？可真行啊！没事，狗熊把你的也都吃了。哎呀，波比去中路了。Nice。
발전입니다. 吃完一 Q 长不长？我回家了。其实我可以吃一层塔皮。抽个重伤吧，整个重伤，整个小红宝石，打个巨魔就好打了。哎，我塔皮掉了，那岩雀给我压力了，那岩雀老游走，我不敢吃，那塔皮我都不敢吃。岩雀给的压力太大了。饼干五块钱还卖呀，饼干不卖的话没格啊。来，在第二个草丛里边等他一会儿，这波可以直接秒他，但他这个位置有点太靠后了，让他再往前一点。有点小失误啊，打个红。哎，我第二 Q 是没出来吗？我好像第二个 Q 没出来，他是给我打断了还是怎么回事？我按 Q 了呀。미쳐날뛰고있습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也没事吧，这活命一波。失误嘛，人人都有的，这很正常。不需要，我的装备足够自己单吃的，不需要。怎么穿在这个地方啊？这巨魔啊！적을처치했습니다看来已经不需要我的传送了呀。
队友可以自己拿下了，已经。先抠。像踩着尾巴似的，是不是踩尾巴了？踩个眼儿吧，瞎子可能在旁边，有可能。先抠。哎，扣串压着搁后面呢，没有啊，啊有，但是我也有人啊，这把的卢仙可太顺了，这把的卢仙耗我的血，不给他们耗，我就吃口屎的。那咖喱奥都上来了，我天，直接就变成打麻将。大皮吃不到啊。算了，不吃了。哎呀，少了两层塔皮呀、啊，少了我300块钱呢。他吃了两瓶药，我连药都没吃，等个大招啊，不着急，等一等。回家，分离者，塔皮没了，我们可以回家了。这卢仙吃馅吃的是不是也太多了呢？那卢仙一人吃三路啊，几条龙了，哎，为什么我们家优势成这个样子，一条龙都没有啊？
好痛。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我去上了。引发了流出。峡谷打完，我们可以推中啊，回家送装备，把装备补了。刚才打我有点疼，我出点魔抗，来个水银海。这卢仙吃线吃野一顿吃啊，12级，我的天。直接拆上啊，我觉得可以直接拆上啊。放一头可以，放一头回家了。这种兵线巨魔过来处理不了。我们先杀卡特啊，不着急上，杀巨魔，然后打岩雀，推我。哎，红打的可以。小龙，我把这炼金朋克巨链给他做了。哎，他们的小黄毛怎么这女神之力攒的都这么慢呢？我感觉我18分钟就能给他攒出来。5秒有大，3秒、2秒、1秒。
哎，这我得追你了啊！呀，顿了一下。请把俺留守。好了，好了，打大龙。小龙加大了。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哎呦！我看你有多少针眼啊！你再给我插一个，你再给我插一个，我再跟你拍了。狗熊，狗熊，狗熊生气了。那这我去不了啊，这你们去吧。狗熊脾气上来了，狗。狗熊有点忍不了了。熊人族无所畏惧。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这我能赢，我忍了，只要能赢，当狗都行。我给你顶一手啊！狗熊比我大，慢慢耗啊，不着急，慢慢耗。这巨魔是真是一点用也没有啊！你想踢谁？这个奥杰给他打给他死了。卡特跑挺快呀、啊。没事，小黄毛可以狼一狼啊。不敢上，他转上来，他也不敢上了。他这是，再上来，你再上来把你敲死。他们都走了，就剩我了，我也回家。Q 命中 W， 先 Q 再 W，Q 命中 W 可以瞬间减一次 CD 是减了，就是隐身没了。我得传一手。哎，可以杀波尔比，往哪走？波尔比，给我死！波尔比，你有没有伤害？玩呢？跟我玩呢？啊，玩我呢？是不是玩我呢？玩个小黄毛让我冲塔，真是个害人精啊！
他死了感觉尬聊也费劲了呀，有闪没有？来个血色吧，哇，卢仙，卢仙被贴脸了，卢仙掏死他，咬，还有他还往你脸上跳，他不直接跑，他还往你脸上跳，我估计这波比呀、啊、可能是那啥了，有点慌了，我们去中路把中路拔了，这边的中上全要掉了，拆个中路高地塔，吃他们一波筋儿，直接打呀，打吧，我去追蛤子，好了，哎呦我这怎么死的，那个老蛤子，你俩怎么的，二打一我都不怕，你俩二打一我都不害怕，你俩随便来，一个一杠十，一个二杠七，一个傻子，一个瞎子，直接杀了吧，杀巨魔转起来，哎，排一把赢一把。